到大陆难道没有被人家请吃饭吗，大使？一定有啊！你问一下，你问蔡英文也有啊。蔡英文本身他去大陆难道没有吃过别人请吃饭？他说我不去吗？对不对？这不可能的嘛！对，这个到对方去访问，人家看是你里长，基层的台湾的里长。他要跟你交流啊，对，大陆的地方政府要跟你交流啊，他希望这样多一点这些将来两岸。